说白了一点，那宋清叔愿意张无忌一个手使都打拉裤兜子了，当车里有点像汗蒸的事，操你整脸。我说白了，没有宋清叔就没有这个逼养六大将围攻光明顶，围攻不起来，宋清苏格力整搞火跟陈坤皮得走他俩，操你妈！人家玩的是脑子，人虽然不会武功，但人玩脑子，你就不用像这些没有用的，知道吧？我跟你说，你是单纯的通过这个逼养是苏亚鹏啊，是香港电影，从这个演员身上出发，你是喜欢这个演员，你这个逼养喜欢苏亚鹏，这个事是与梦而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张无忌绝对比宋清苏强，这个窦娥也是个臭骚逼，操你妈的，要不也不能是个烂裤裆。你妈也是臭骚逼，操你妈！你妈谁呢？你妈搁青岛卖啤酒呢？操谁妈青岛卖啤酒？你妈在青岛卖啤酒，一箱挣那个逼养乳音两下，操你妈！你说谁呢？你妈逼，你看个电视剧。不是你啥意思？不是你看个电视剧跟我。你看电视剧降降呗，你都骂我妈干什么？我骂你妈啥？操你妈！你啥意思啊？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你妈的黑逼，你骂谁呢？我说一句怎么的？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你什么意思？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来，司机靠边停！来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先到市医院来！操你妈！没事，先别动，来，先别碰我，来，别碰我，等会往前走，来，司机。我这告诉你，周芷若就是个烂裤裆，操你妈的！他就应该跟张无忌。我发现有时候我就跟你俩，我操你妈，我受不了这气，你知道吧？你妈逼，你看电视剧，你纯是喜欢苏亚鹏版，你纯是色懒吗？操你妈！出生气！他俩纯属搞破鞋，盗了武功秘籍在一起的。妈的，都你妈了个逼！操你！我操你妈！因为电视你说篡改历史，操你妈！你给我个嘴牙，我嘴牙出血了，现在。操你妈的！咱就不说真事远了不说，就说现实。不是，就是咱俩是从小学到现在，对不对？你没有，你父母离异就完了。我说白了，你今天能为什么在这里跟我呛的原因？你缺少爱。因为周芷若长得就是 说苏亚鹏版的周芷若长得跟你妈的人像，不是苏有朋，操苏有朋版都不意思。苏有朋版《倚天屠龙记》跟你妈长得有点连像，你妈现在跟周芷若跟你妈连像，你妈现在搁青岛呢。反正我家庭圆满了，对不？圆满，你妈给人拼剑，假肢烟给拼掉了，操你妈！操你妈！假冲你妈！你再骂一句，你再扒拉给我看看来。操你妈！你妈给你等下，过分了啊、哦！操你妈！有这样事以后别跟你一起看电视了，操你妈！看不起去，单亲家庭，操你妈！你不用说你爸怎么怎么地，操你！